中医生办的，老姨妈在当位，空中烟火，中山公园，下水时有一个共同，有喊东山的红色的颜色的。大家现在看到在鱼马前岛的两只小鱼马，它今天有了名字，一只叫油油，一只叫干干。油油干干，油油干干，就是我们戏里面介绍大家认识的客家的那个阿嬷的零嘴油干妹油干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在3月25号到28号，在国父纪念馆的喷水池广场。鱼马将会做静态的展示以及行动剧的演出。没错哦，因为那一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呢都做不了。在过去的一年，因为疫情，全世界的孩子都陷入了不幸。你看你都在鱼马的春天，你光头哥呢，都把冬天过得很水哦。对啊，在鱼马的故事里面。哦，鱼马的降临为故事中的荒猴岛带来甘霖。那台湾现在呢都缺乏雨水，我们也希望祝福台湾能够早日解除我们的旱象。我说鱼马呢，待会用下甜酒、果酒，有到 A P P 什么都好，每天喝明天就会红台起家公 A P P 加精神哦。鱼马跨越的时空，让勇敢、坚强和温柔留在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这也是我们客委会所要传达的客家精神。没见过全世界不所有这种风，天空空的明年来喽。当然希望借此也祝福全世界疫情赶紧消退，所有孩子们可以赶紧回到幸福健康的生活。